我不需要你原谅，我不想要跟你这种人过一辈子。刘老师，你为什么会来花莲？你在这里很安全。你有新朋友吗？不缺朋友。他就是那种看到红灯会停下来，看到绿灯才会往前走的台北人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做那么坏的事情。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什么坏事都还没做，就被女生说做坏事情。有没有交到新的对象？新对象有点太多了。我那几天很常梦到你。看连续剧都觉得告白好像蛮容易。转身过后，心动顿时沉默。我没有办法。我不能。谁没有不看得过去、假装没发生过。我们曾拥抱。你是不是在谈恋爱？他是要做大事的人，不要跟他玩。不要以为你是老师，什么都可以教我。在你的打算里，你有想过别人吗？我只想要让你知道，我对大家唱的那些歌，我只想唱给你听。有种舍不得，有种伤心。你是一个好人，在你身旁的人，你都会想要成为更好的人。留下这心痛的，这只属于你的情歌。我人生里做过最疯狂的事，是你。